我都很 OK， 我都很 OK 哦，你们就尽量猜。要又吃东西回去了。Final， 我总觉得剑子射不远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你错觉，错觉。哎、欸，我快连到，我快连到了，要不要来右边？啊，好好好，我过去，我过去。我魔枪射出去了，有效吗？有没有效？哈基哈基哈基，有效，有效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挖掉了，挖掉了，挖掉了！打哈基，打哈基，继续打一下，打哈基。哈基有魔枪，你们要小心哦。哦，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啊，那就往前，那就往前，注意血量，注意血量。好好。啊，我攻击支援，打右边。哎，右边分数那边。哎呦，我甚至可以偷到他们家。对，右边可以直接去挖。蛇皮在追我啊！我先退回来，我怕他魔枪。好好二阶装都还有，所以可以死掉就马上补二阶。你们都还在那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刚死掉了，退掉了。好。哦，因为挖小核心呐、啊，那个祭司补很快，所以还是要去想办法打到那个祭司。繁星，你在地道了吗？第三个道。我在好像在下一个。走，Go. 穿装备哦，我没穿，没穿。哎、啊欸，我们要我跟杰克要入侵喽，好、啊，入侵喽。我应该买个盾牌。有在吗？我们有盾牌去吸引他们。如果他们挖掉核心，我们就可以挖掉，挖掉，挖掉，挖掉。哈基在受伤了，哈基在受伤了。好好，上，打哈基。组核心的，你们挖掉组核心吗？不是，我是旁边的。哎、欸，是组核心要被挖吗？我怎么记得是小的也可以。没有没有，组核心啊，小核心有的话太 OP 了。咦？没有组牌了，退回来，退回来。对，家里的组核心挖掉的话，啊、好多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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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，祭司才会出事。了解。不行不行，这里红心哦，这小道。好像啊，你慢点，被卡在门口。嗯。我冲来对面家了，好，你挖到吗？就一样，挖到他们家里的才最主要。好的，好的。哎、欸，可是上面有好像被发现了，过去了。对你有发光啊，酷攻，酷攻是要钻剑吧？对，钻斧，对，钻剑，你可以新商岛便宜买个钻啊。是我错觉还是我跑不起来？冲啊！我怎么走这么慢？错觉，我们现在都还在守。看一下装备，还有一阶剑吗？又看看二阶装还有一套、哦、武器，还有锋利三的。我那个力量石我也放里面，你拿力量石。好。嗯。好。哇，是宝山的，宝山的，折磨死！他们还喷给我一个宝山头，折磨有钱。现在开始不完工了吗？可以啊，就旁边有一条路啊，对啊，他们已经会守那条路了。他们是啊，都会守的，只是就在两边都是被发现了。雪人的作用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一条、欸，有一个人从路过去了，肉盾而已嘛。中间吗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你进去了吗？我进去，但是被他击打死了。啊，他应该掉装，他刚刚是钻石加铁。快跑、啊！支援来，他们支援来了。红色是那个吧？对，他们的。然后现在中间就空了、啊，嗯，中间空了、啊。哦，中间我附很多一阶的、啊欸，一阶你们可以。杰克，我们走中间，中间只有泽平一个，稍微一阶免洗。哦、我金装被打几下就没了，白痴哦！他们绕回来，他们绕回来了。小心魔枪哦，他们还是有魔枪哦。他一千分了，我们只有。有爆弹还不错，可是没有死人。对，我知道贴到对面面前直接狂扔猛扔。
这样没有，我就是要隔一段距离啊，狂扔猛扔没弄，没有弄，没有用。对啊，对，好，其实要一颗一颗扔啊，不，就是不能丢的太频繁吗？对啊。啊，他进来了，打他，打他！对对对啊，对啊，拉一点，拉一点，拉一点。小心，他还有魔枪哦。右侧两只，小雨跟哈基。哈基在右边通道里面。哎，退回去了，退回去了。退回去，退回去。难，妈的！一开始死掉就无力回天。对啊。你看那边都有一个人守、哦。要换左边了吧？该换左边了。他们那个很有优势。他们守的主要是哈基，他铁装。嗯，这是哈基，哈基一直站在右边的路，对啊，所以你们左边也可以盖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换左边了，对啊，哎，小黑去支援，哎，中间没人了，中间没人了，哎，小心，或者中间，他们现在都在右侧，右侧，巨臂，他右侧找我，右侧三个人，只要走右边，哈基一定在右边那里，哎，你们看要不要中间或者是怎样，右侧现在三个在右，对，他们现在三个在右，右侧三个人哦，两个人，只剩两个人了。嗯，突然这个要是撑不进去，有人盖倒，有人盖倒，我盖倒，我盖倒，拉到只剩差一点点，一千啊，就是一个人的，一千还是需要杀一次，我退一下哦，我哎呦，不血啊，这个血，哎呦，危险哦，玉璧本来是就没有上面得吗？对，哦，什么意思？我跳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我卡住了，哎呦，我多试几次。这样哦，对啊，巨臂没办法连盖。好，因为之前就是连巨臂就出现了，一打三的牵制在中间。万一你盖一个平路也还好啦，或是你盖两条，一条是平的，我想对。所以你需要一点时间，那就尽量盖。好了，没有买到钻剑就算了。他们靠左了，一只靠左，一只靠左。啊，线啊，掉下来了。两只在左，一只在右，一只在中，上不去了。你看可不可以叫回归石？那个，或者是我们还可以玩一招，就是我没洗，我没洗，我没擦。我们还可以玩一招，就是招出辅导遗王。这个墙你说趁他们在中间的时候吗？没有，辅导遗忘还是一样啊，要那个时间呢、啊，时间内才可以打死哦。就要一样先无敌，可是就变成双方战场就要拉到中间了。我先回归石，他快死了啦！这有意义吗？这个你在哪里？在底下、哦、陷阱，我有半血，我有举盾，就死吧。请问掉到那个岩浆陷阱里面怎么办？就等要有人买回归石去救他，有人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算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我要到他们两个分数。啊，算了。哎嘿，我这边行商岛也买不到啊。那左边怎么走？左边完全不能走了吧？还没，左边还没。我还在弄，不要急。嗯。来，我们先这样好不好？大家装备还是稳住，然后左边先让繁星努力看看。哦。如果那边到时候盖好，攻势还是有差的话，我们就招遗忘。其实可以了啊。可以，我左边盖好了、欸。那就想那吉不会走吧？那就左边跟右边都可以走，好不好？左边那吉，那你走右边，你走右边、哦，右边比较简单。杰克你，嘿，你说一下。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。我要免洗。你走右边就好，你走右边，右边很简单，右边也要有吸引人力。中间，安南，我要免洗吗？还是看你。OK， 如果可以挖到他们家核心，他们都靠左，右边没人，右边没人了。他们在我这，他们在我这。右边哈基，右边哈基而已，都在我这，都在我这。剩哈基，哈基在右边。那你去打他，那去打他。记得是 1.9 的战斗哦。团到三线，团到三线。我好痛，好痛，我不行，我死了，对不起。哇啊，没关系。那个哈基的伤害太痛了。我跟纳吉过去打他，结果力量二的效果太强了。对啊，因为他那个他们三人差太多，装备提升了。嗯，他们提升很多。对，因为一开始那个失误就没了。嗯啊，上去吧。
叽叽叽叽叽。西瓜果，西瓜皮，金发老眼睛。哦，小玉，西瓜果，我只是在看戏而已，然后就被推下去了。我们是在看戏还是跟娜姐介绍？然后幻境就掉下去了，就同时三个人在回你剑，三个飘飘，然后就掉下去了。所以你是飞起来还是就回去啊？飞起来有飞起来，可是因为飞起来它的效果也是。就是很多的 debuff， 然后重点是最后小雨还在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想说，他刚不是掉岩浆，怎么回头还在这里？啪啪要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嗯，然后最后因为装备有落差、啊，嗯，因为我们一直死，他们祭司的装备很强、啊，反过来我的装备就只有黄金装，而且我们的人也都没死，所以装备一直在叠上去。我就负责当圣诞老公公一直在发装、啊，所以我们队员死掉也会。扣我的装备哦、嗯，不是，對就是有了你杀人，你们杀人了就会增加你的装备，你们死人了就会扣你的装备。对哦，所以是互相的、嗯、哦。然后同时你的装备到了第五阶以上，就是差不多铁装以上，你杀人的话你就会降回五阶。嗯，那、啊、就我刚刚、啊、我的装备几乎都是第一阶啊，因为我们那个各种图你们对啊，你们没有死过、啊，前面都送的死比较少、啊，对啊，真的。其实我们刚刚还有一点尝试想要招那个蚁王，只是想说先再冲冲看，结果没想到瞬间就被秒了，太猛了！同他装帮我们装备都叠到宝二以上了，而且我们有圣诞剧团团，对圣诞剧团团，我都在帮忙叠装备。哎、欸，哈基不能冲啊！你红色的是力量吗？哦，我忘记了，我放三个我都没有丢出来过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你平常手上拿的？那个是那个啊，一开始的那个红色核心吧，核心吧，力量魔石都是放在身上就有效果啊。哦，对，基本上都会在身上啊。他自己有给人吗、哦？所以封魔的话也是放身上就有用，就是 对三颗。哎、欸，这里怎么出去啊？门开了不是吗？门关了又被关起来了。我刚刚不是开起来了，我想说我刚开起来了。哎呦，那几将也会玩了哈。好啊，我会了。好，Hello， 观众朋友，等一下祭司就随选喽。好，终于终于终于，我想随便玩了，好吗？我觉得我压力好大、哦。对啊，我没观众就是不能死了，第一次就是很愧疚，就不能冲，一直在家里弄装备，还刚刚想说，哎呀，这一阶装在这里，二阶装在这里。干嘛、啊？我的跑酷。哎，没有，我跟你讲、啊，最主要还没选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 Yui 感冒。他打到快要打到快要气虚，打到中间就感冒也感冒太久了，他都反心来了，那个反心，然后就是那个，多讨厌我、啊，然后最后来讲完最后一句话，然后就要死了，那个反心，然后死了，对，然后死的是我，都是快被树撞死的，好惨的。好，那就准备观众场，我就让他们来。好，哎哎，没有，我刚刚选好了，为什么要传过来呢？哦，啊，是我们打观众啊。对啊，对，不然是观众互打啊。你要主播是不是？有可能是观众打我们呐、啊。他们最喜欢打实况组。哎、欸，我这样的叠法，我们可以进攻你们，你们进攻不过来，可恶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这样盖啊。哎、啊，你就白痴在他们两边盖了巨壁哈？我不知道、哦，我想说先挡一下好了。我就盖了两个巨壁在那边。那你看，巨壁是你盖的、哦？对啊。就是因为你叠了两个巨壁之后，我们就那边好像被堵起来了。我们被两个巨壁给堵了一条。然后你看啊、哦，我就是这条是最后半段嘛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你们盖那个跳跃还是什么的，也比较难走上来啊。然后盖一个跳跃，再加一个巨壁啊。就忙，没有盖什么其他的。对啊，我们这时候盖一些功能性的，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有加分的跟那个。没有，我们这边就是，要可以盖经验岛了。好好好，经验岛。好好好，先把经验岛叠高。好，分数哦，好好好，经验岛都经验岛叠高过来呀、啊。哎、啊，还有我们有唱战歌啦，我哥。西瓜果，西瓜片，西瓜蓝眼睛，对啊，蓝眼睛，西瓜蓝眼睛，没错，对啊，我是蓝眼睛了，笑死，好像我们差兵的，
没有，他是那个娃娃国，知道啊？娃娃国，娃娃兵，西瓜兵啊，对，西瓜兵，唰唰唰唰唰唰，娃娃国，撩起来这么撩，西瓜，西瓜。那就走西瓜可以选西瓜，有啊，呱呱小鱼西瓜，呱呱小鱼西瓜，西瓜西瓜和西瓜，西瓜呱呱和西瓜，呱呱呱，大家既表示不想跟你们讲话，明天要补课的，晚安晚安。哦对，我明天要补课耶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明天要补课？为什么这个礼拜是三十一号的？对啊，哦，什么是补课？我不知道。什么是补课？快点退。